新闻先生带大家来关心到布袋镇的消息。向毒品洗脑，嘉义县议会邀请抓红车剧团以戏剧的方式来向青少年宣导毒品的可怕甲危害之处。伫首场今仔日伫过高高中来登场，关照中华关县议会秘书黄尚文等人将打着毒品毒案的玻璃笼凹灯，向征召全民拒绝毒品危害。而抓红车台湾成就浮士德戏剧也将巡回嘉义县五间高中学校。将搭着海洛因、K 他命要偷完顶毒品的玻璃笼来凹灯，并等入窗仔底内底，向前拒绝毒品。这是关照中华关关议会秘书黄尚文和在位关议员，作为参加着抓红车剧团演出台湾拯救浮士德的校园巡回启用仪式。关照中华关强调，活在中国世纪的浮士德，就亲像现代的媒体名嘴同款，伊为了解真侪代志，煞和魔鬼打交道，但最后煞无好下场。所以用浮士德来比喻青少年，用魔鬼来比喻毒品。知道所有的事情，竟然跟这个魔鬼打交道，出卖他的灵魂24年哈、哦，结果等到他一切都明白的时候。那个魔鬼就是要把他接到地狱去的哈，所以我们就是要用戏剧的方式来让小孩子知道，千万千万不要跟魔鬼，不要跟毒品打交道。所以我们这五场的表演，我们总共会有七所国中来共同来参与这样一个活动的演出。那这个活动啊，我们总共能够让接近5000个小朋友啊，能够看到这样的表演。吸毒的年龄已经从13岁降到12.5岁哈，那受毒哈，毒患的年龄也下降到14岁了哈，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趋势哈。表示讲哈，我们真的要很认真的去反毒，向毒品说 no 哈。就是青少年摸到毒品的状况愈来愈严重，而且年龄也愈来愈低，所以嘉义县议会特别运用计算，邀请到抓红车剧团以活泼的戏剧方式，加入青少年的生活语言，提醒青少年远离毒害。在校园巡演16号起跑，预定巡回过高国中、义德国中、新港国中、东石国中和德佳高中，将向5000名的青少年进行着反毒的宣导。新闻柯耀宏报道，台中采访报道。